由李道宪和宋慧乔主演的新剧《黑暗荣耀》播出至今热度不减，剧情甚至成为全网热议的话题。然而近日他们聊到了拍摄的幕后故事，有一幕宋慧乔要脱下外衣，让李道宪看到被霸凌的伤疤。李道宪透露，在拍摄那一幕的时候，对他而言是非常珍贵的场面，在那一瞬间我尽了最大的努力，感谢导演把我拍得这么好，并大赞编剧写得非常好。然而导演也说，李道宪表现出他想要的哽咽和生气的表情，更直呼如果没做的话我会很后悔的。李道宪听完导演的一番话，则意味深长的说道，如果没拍那个，我想应该不会在这里的。只能说导演跟演员配合得太好，才会出现那场名场面啊。